我们今天是第十二期了、oh, 对Life Profiling Gu 人生指南分析报告的这个节目，中文节目，我是陈逸婷，我是严海舒，对，我们的尹老师，主讲老师尹老师，首先呢还是由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一个鸟月直播室，它是一个就是直播间吧，我们边上因为是有窗户，如果中途比如说有那个就是警报声音啊什么干扰的话，请大家谅解，然后如果有观众就是对这个直播室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他们的这个就是推特啊，或者他们的一个传真电话都可以联系的。好的，好咱们这次正好一年了哈，对，就是马上到下个月，我们就是正好进行了第二年的开始了哈。是的，到今天是正好是第十二次。对、感觉时间真的很快，虽然一个月，是啊，虽然说就是一个月就一次吧，是吧、嗯、但是感觉就是我们从第一次，我觉得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那个就是感觉我其实现在还记得是因为开始的时候咱们还不知道怎么用中文去给大家讲这个系统的内容，对，但我们也迎来了很多嘉宾，然后也跟他们去一起去探讨这个系统，以后我们大概现在也知道了真正在哪些方面这个系统能对大家有帮助。是的是的，希望我们能把这个节目越做越好、嗯、对，希望能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自己哈，对，能够用上我们这个系统。是的是的，说到了解自己，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其实是一个自我认识的重要性。 对， 对，然后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一位嘉宾，就是也是因为和我非常就是投缘，就是对对对，嗯，对，他是就是现在一个就是也是作为一个人才培训的、嗯、对老师，然后嗯，对这方面可能也是有非常就是很深入的那个就是见解吧。对， 对， 对，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是啊是啊，我们一会儿呢先讲一下主要的，我们因为每次都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系统，介绍完之后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一下我们这个系统啊，或者是这个嘉宾平时在做人才培养的时候怎么用怎么说呢，用到他的经验啊、去做，而且跟我们的这个系统怎么结合。是的，一会儿我们再具体的聊一下那个跟嘉宾的一些对谈。好的，对，是的。好，然后我们先来是看一下我们系统哈。对，先还是像往常一样、嗯、我们每一次都要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Life Profiling Gu、嗯、就是我们这个中国语，我们是因为它是日本它开发的一个就是数据分析，所以我们这期每一次呢就是由我们尹老师来给我们解说一下，就是这个是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对，是的，因为以前没有，所以说就是没有什么可对比的，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讲能让大家更清楚。那么我跟逸婷呢，我们两个人也讲了一年了，所以说呢我现在就是很明确的就是知道就怎么去给大家说可能对这个系统更有了解。那我们这个系统呢实际上就是让大家自我认知的一个自我分析的大数据系统。是的，是的。那这个大数据分析系统呢可能跟我们的成功的一个规则法则是有关系的。对，好的，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好啊，这个就是一直是我们自己的自我介绍、啊、对对对，我们就跳过吧、嗯、对，好的，每一次都说，因为我们这个讲的这个内容啊，可能对一开始听的听众啊观众可能对我们这个不太了解，实际上这个 SLP 的这个字母呢是代表我们其实是一种能让自己
带来成功的，还有我们开发的这个公司的在前面的 S 的字母的打头，对，然后我们把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有关嘛，所以是我们等于是人生的一个系统，所以用我们 SLP 这个来表示的，因为跟日本这边要用一样的这个表示简缩写来表示，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来写了。那么我们这个法则呢，就是刚才我也简单的说过，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宇宙规则有关系。那么这两天是不是有一些信息啊，你还有没有感受，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的是的，因为可能大家听我的声音就是也能感觉到我有点感冒了，就是最近就是正好是听说就是7月26号到8月12号这段日子是就是天象吧，就是有一个叫狮子座它门户打开的一个时候，然后这在这段期间呢是属于就是宇宙跟我们地球一个能量连接，就是就是传输能量的一个时期吧，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门打开的对状态下，怎么说呢，其实这是一个星体的星象的一个现象，是那么这个星座都在变化当中，那么这段时间呢可能我们星座随着变化呢可能会有这个宇宙的一种很强的一个能量会辐射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就是那么很多人呢就会受到这个影响，对，可能会发生一些身体的不适啊，或者是自己的想法的改变啊，还有说可能以前没有想过啊，我自己到底应该去追求什么，可能就面向自己呢可能会有一些让自己去真正的去有一些感悟，对，有这个时候，所以很多人会发生身体的一些变化，对，会生病啊，或者有一些不适不舒服，嗯，对，所以这都是一个，因为咱们毕竟地球嘛，在宇宙当中，我们是受这种宇宙的一些影响的，这些都是说眼睛看不到的，可能是，有些人可能说哦，宇宙有这样的规则，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哈，对，那这就是一个我们宇宙的一个现象吧，可以这么讲。那我们这个系统呢，实际上也是宇宙的一个规则，然后呢，给到我们的，让我们能够看得见，能够有这种代表，说明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特性的一个大数据系统，就可以这样去认为我们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是跟我们的统计学、心理学有关，而且是我们能够说明我们的人生。那这个人生说明什么呢？可能是说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啊，到不断的随着长大，我们自己的优点呀、缺点呀，我们怎么能去做，让我们的这个人生走得更好？是的，而且你看，像说是311个类型嘛，对对，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是的，基本上就是地球上也就只有就是八十多亿、对，所以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数据。对对对，所以是跟别人来说，可能都没有跟自己一样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出我们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去不断的去改变我们人生，让我们的人生更幸福，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对，所以我们说这个系统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对于自己的一个自我认识。对对对，我们今天呢是围绕自我认知嘛，就首先自己要认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了解自己的长处短处，然后知道自己的一些特色特点，然后怎么去看待事物啊，或者做判断的时候都能够用得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话怎么样去判断，怎么去选择，你是随着别人的想法去做的话可能就会不恰当了。对，所以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刚才讲了，它里面是含有风水的一些规则在里边，对，那么有各种占星术啊，还有东洋西洋的一些占星术的一些原理在里面，是它就是结合了东西的，对对对，这些就是科学吧，然后还包括了心理学，对对，其实它就是一种科学的数据，对，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就是占卜啊迷信之类的。对对，我们这个是因为是验证过来的，由40多万人验证以后得出来的这么一个 AI 的系统，它里边还有这种心理学，所以我们现在跟怡婷这边做的工作呢，就是我们帮助每一个人通过这个数据了解自己，给他做心理上的这种心理分析。是的，是的，好的。好，那你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对，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的，是的，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它
这个数据呢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呢？它就是分这一些项目来表现出来的。它是一个就是简易的报告，当然我们也是分简易版跟那个详细版的，基础版还有专业版，专业版的，对。然后我们现在节目上给大家包括后半场我嘉宾的这个报告都是属于简易版的，对，然后它主要是有一些就是内容吧，几个项目。我们首先当然就是大家会问这个数据是怎么出来的。怎么出来的话就是很简单，我们就需要您的一些个人信息而已，就是出生年月啊，然后你的下一页，对对，下一页会有就是一些基本的内容，对，就这一页，名字的话其实是没关系的，关键的在于就是一个出生年月，这个需要一个就是西历阳历吧，我们说的，然后您的那个就是血液血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出生的顺序，出生的顺序的话，比如说家里是就是男孩子的，那就是第一个、第二个顺序，女孩子归女孩子，男孩子归男孩子排的顺序。然后最后一项，最后一项也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出生地址，因为这个出生地址呢，是我们需要根据它的一个那个就是经度纬度来测算这个就是比如说您出生的时候跟你有关的这个天象。对，所以说这个出生地址也最好是越详细越好。对，我们这些数据呢，可能大家一看就知道都是我们客观性的哈，对，没有这个后天我们需要，因为我们出生就带来的这些具体的一个数值，包括就是客观，包括就是比如说我知道了这些数据之后，我做出来的报告跟尹老师做出来的报告其实是一样的。 对，不管谁出这个报告，因为它是 AI 的一个系统，对，所以呢谁出来的都是一样的一个内容。对，好的，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页。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呢，其实它有一些就是精髓吧。主要是其实我们说来说去，真的是最重要的还是用在自我认知上。对对对，因为这个它讲很多方面啊，就是最上面的那个，我们是说首先要自己了解自己。对。那么你要知道你现在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们人生，你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短。那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要完成的课题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这里边我们前提之下必须先了解自己，你才能去做一些判断。了解自己，知道现在处于什么状态，然后你才能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人际关系啊，设计人生啊，还有跟我们的这个事业当中怎么去运用它，工作中怎么运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真水。这样吧，咱们今天因为也请了嘉宾，就是我们讲到自我认知，围绕这个，咱们下面呢就有请嘉宾一起过来，跟咱们聊一下内容。好的，好的。啊，对了，ゲストさんお願いします。对，我们那今天赶紧有请今天就是嘉宾入场。好的，好的。我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叫孙云霄，孙老师。孙老师，对，好的。他是那个美国英特莱特日本市场部中国语咨询顾问，兼日本市场部的一个中国语讲师，也是日本阿姆威创办人、高级营销主任。我们大家欢迎，欢迎我们嘉宾，对对，孙老师。有请，有请，有请。哎，这个书就放在这儿。OK， 好的。对，那孙老师特别欢迎您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对，希望我们一起聊一下有关我们自我认知这个方面。您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培训工作，是吧？是是。所以说可能比较了解，每一个人的特点呀，肯定也就是做到这个帮助人怎么去分析自己了，所以跟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比较相吻合。好，那就先让对孙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对，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孙云霄，山东人。一听就口音地方人。对，接下来接下来我们访谈形式吧。对，那我们就问一些问题吧。好的。对，然后您那个来日本时间很长了吧？应该今年正好第13年整。13年整。哎，跟你一样吗？对，跟我可能差不多，因为我可能是留学过来的。那我觉得介绍你的时候应该写了13年嘛。对对对，一样的，是的。10多年了，是，你也来日本这么久了，那您觉得这个日本怎么样呢？嗯，
怎么说呢，就是还算还习惯是吧，嗯，蛮好，算蛮喜欢这里。嗯，咱们这边华人也挺多的，非常多。您这边的一些工作的圈子是跟华人啊，大多数是比较多啊，那很好。其实我这边来日本，其实跟华人的这个机会比较少啊，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工作的圈子里一直在做，所以跟华人接触比较少。嗯，所以跟这个孙老师啊，这次能够一起聊，我觉得感到很亲切啊，嗯，很荣幸。谢谢。好的。那您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就是看到您是做这个一个日本市场部这个中国语咨询顾问和一个中国语的讲师，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系统或者是内容呢？就是工作，对，工作啊，工作内容基本上我们就是。因为现在发现很多人就属于比较迷茫，嗯，特别是年轻人啊，哦嗯，可能有到一定年龄，包括我这个年龄，有的人也是比较迷茫的。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帮别人解决问题，嗯，他各个方面，比方说生活，比方说工作，嗯，比方说经济方面，我们在做的就是，其实就是总结下来就是帮别人解决问题。哦，很。这个很需要啊，我觉得非常需要，因为我也是帮助很多人做这个分析的时候就觉得呢，因为你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人生的目标和目的，如果没有，他就是每天比较迷茫的话，可能这个对他自己的一些怎么说完成这个就是工作方面啊或者家庭方面可能都有一个这个不恰当的一个怎么说方式吧，对他本人来说，所以如果您这方面能够帮助大家找到自己的这个目标，是一个非常好的。嗯，其实发生问题，我也是以前自己有很多问题，但现在逐渐看下来，其实发生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认识上的问题。嗯，所以就觉得哦，原来其实人很有意思，就是说做这份工作，与人打交道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人的认知，所以就是，所以我的工作到最后逐渐就是帮助别人找到自己。哇，这太好了，这跟我们很符合啊！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非常这个相吻合的内容。那比方说您这边的一些您指导的这个辅导的一些他们年轻人的年龄段，或者是说不一定年轻啊，可能他们都存在什么问题呢？您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案例？基本上因为比我年长的人的话，可能他们会觉得他们的阅历比我多，所以就说去服务他们的这种情况不多，基本上都是些年轻人。那年轻人要么就是感情方面的问题，要么就是家庭方面，要么就是工作方面，其实总结下来全部都是人和人之间的事情。是的，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 对， 对，其实日本这边也一直在说，就是其实咱们人活着有很多烦恼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的烦恼。是的，是的，这个人际关系烦恼处理好了，可能一切都能解决。对对，包括我自己，我也曾经是一个人际关系很差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怎么会来？怎么会呢？看不出来。可能因为这份工作做了大概有十年左右，就是年了，逐渐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了自己。所以逐渐在这份工作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人首先要认识自己，他才有可能与别人相处得好。因为如果人不认识自己的话，他是没有办法与别人很好的去相处的。讲得太好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自我认知。自我认知的。所以刚开始一听到殷老师还有一婷老师这样的一个节目，我就觉得我很觉得就大家很有共同语言，大家思想都是通着的。对对，所以当初因为我觉得其实说来也很巧，跟那个就是孙老师认识的话也是这个月的事情。对，然后我就觉得跟我们节目就突然间觉得你很适合来这个节目做嘉宾。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您的这些经历啊。对，因为我觉得在日本的华人其实有很多就是也是大家就需要帮助吧，就肯定大家都有各自的烦恼。对，而且怎么说呢，就是就像那个殷老师也说，对，在这边的话就是因为都是怎么说，像您和孙老师都是比如说过来人是吧，像我们如果稍微年纪再轻一点的，可能没有那么多经验，他就需要就是更需要一种途径去认识他自己。对对，没错。这么年轻人他们可能自己处理不好的时候，他就会觉得
烦恼反倒是给，其实呢有句话，烦恼是自己带过来的，我是这么认为，就看你怎么想，想法很重要，刚才您也说了，对吧？那您平时开导他们的时候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给他们，是讲课呀，还是做这种培训呢，还是说一对一的去给他们做这种指导？其实各个方面都有，各个方面都有。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主要还是先让大家，就是说你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自己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先就主教是，其实所基本所有的问题都是在自己的想法上啊，会有各个方面的，有这种大型的学习也有，那自己在家每天的持续看书，我会推荐他们适合的一些书。所以您今天拿过来书了，刚才您带进来的这本书也是就是这个现在你们在学习用的一本书吗？这本书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培训机构几十就是50多年来一直在第一推崇的一本书，是吗？就是这是中文版的，中文版的啊。这本书写于1959年，现在已经将近有70多年了，这么久了。在商界，就是在商界是非常被推崇的一本书。它跟那个《人性的弱点》这本书其实相当于同一个水平，就是销量非常高，而且企业很多用这个书。是吗？我也是第一个先看了这本书，然后打开了我一个思想的认知，算是一个入门吧。我觉得原来世界上就是如此的，就是说想法是如此的重要，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讲是如此的重要。没错，因为首先有一个认知的一个过程嘛，包括你想先认知别人的话，自己先知道自己 对自我应该有个认知，然后才能说去理解别人，是，然后才能去认识别人。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看待这个世界的看法很重要。是的，你认知完之后剩下你怎么看待它，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就是你的选择，一个判断。是的，是的。所以前提先有认知，后有判断。对，需要有这种看法，也其实也就是形成这种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没错，没错，李老师说的非常。对，这本书是不是在国内也都能买得到？都能买得到。你好，就是中文版的。中文版的。那咱们在日本的时候，这本书大家在日本也能买吗？在日本买不了，我们基本上是国内订了，然后运过来。运过来、那这本书里面讲的一些内容，真正您帮助的这些您会推荐这本书他们看完以后就有改变吗？我就讲当中的一个小故事吧。好的就是对这个书的作者呢是他有一个那个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呢他们是在市政单位，美国，这是美国人写的一本书哈，作者叫那个大卫舒瓦茨。他是在美国的政府机关上班，然后政府呢现在要盖那个8座大桥，然后这8座大桥在那个年代的预算是500万美金，那他就打了21家公司去就说看有没有人来竞标。然后呢有4家大公司呢明确的就给出说我们接下来就会设计图纸，然后我们会发详细资料过来。当中的17家搞小公司，有16家被吓倒了。那这个小公司的规模基本上就是他们的那个工程师就是3到7人这样的小公司。16家被吓倒了，16家都说这个我们接不了因为工程太大了。当中的有一家呢，他这家小公司只有3位工程师，他就说我们尝试一下设计一下图纸，然后他们把图纸拿出来，预案拿出来，结果就这3个人工程师的小公司拿到了这个项目。这么棒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思维的问题，他如果你觉得我行，那我会去想办法，那如果说我觉得我不行，直接就结束了所以这就是人的一个思维上的一个不同。其实我们人跟人都差不多，其实大家智商都没有差距非常大，只是说人的这个思维上不同。就是说看到这么一个机会，大家是觉得是机会呢，还是这个怎么说，愿意挑战还是不挑战，是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对他觉得我不行，那不行，接下来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就给他 pass 掉了。是吧？是，这就是人的思维所以人跟人最大的差距就是两个耳朵之间的这6寸里边所想的所有的东西，就是首先得会敢想，
对，感想之后得要敢做，是，然后自己要超越自己，是吧？没错，没错。这本书要就会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这个系统啊，又回到我们系统的内容。我们这个系统首先认识自己以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优点的。是的。那这个优点你能不能发掘？你能不能发现？然后能不能把你的这个优点用上？全在于想法。没错。那所以其实跟您说的这本书，我觉得很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力需要自己去开发。是。啊，你有自己去开发自己能力了，你敢想敢做，然后你还要去弥补缺点，去发挥自己的优点，然后去不断的学习，可能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是吧？是的，是的。这本书里边他就有讲，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两个先生，一个是、哦、消极先生，一个叫积极先生。哦、说这个积极先生每天会跟你说我可以的，那这我可以的。那消极先生每天会跟你说你不行，你不行。就是你大脑选择的是消极先生还是积极先生？今天为你出来工作，他们都会非常努力的来为你工作。你选择了消极先生非常努力的为你工作、嗯、你就认为你自己不行、嗯、然后积极先生为了你出来工作、嗯、那你认为我可以啊、嗯，所以今天做不到，你认为可以的话终究有一天能做到，对，是吧？其实这个我们大脑里说的其实跟咱们之后的数据、啊、有关系，就是潜在意识和现在意识，是，其实就是有两个意识，是的，就跟这个有关哈。是的，你怎么把你自己的潜意识让它去激发出来，可能你做事情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是的，哇、其实真的是一念之差。是积极和消极的那个，就是日本他是说 minus plus 都 minus， 对不对？就是正向跟负。正负其实真的是一念之差。对，其实这个用中文讲就是正能量负能量。负能量，对、现在我们都说正能量。对对对，因为你自己的身体很多都是负能量的话，那你整个表现出来就是一个负能量。如果你是正能量的话，可能就有很多的这种意识啊，包括你外界你的运势。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嗯、如果你能把自己变成一个积极向上，对，你就会有很多就吸引力法则嘛。是的，你就会吸引很多幸运。是，其实最终自己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是的，对。我在从业的过程当中也是发现，就是因为在一步一步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种能量，当你认为你可以的时候，你会向这个宇宙发射出，就是我可以，我可以，然后你会发现结果就非常好，你真的就做到了。当你一再相信你不行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就是不行。是的。所以说希望咱们这个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哈，对，大家还是要往好的地方去想，要积极，然后要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又带给宇宙吧，因为你要吸引这种能量嘛。对对对，你要说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希望我拥有怎么样的一个能量，都可以去让自己的这个想法去发散出去，然后让自己能够去获得这些能量。其实我觉得许愿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跟就是我们许愿，其实应当现在的理解，以前的话因为许愿可能只是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形式或者怎么样，现在我觉得许愿其实就是像跟宇宙建立一个连接，我去向宇宙去下一个订单，就要求希望您能给我这些东西，或者是帮助我实现一些东西，对，给我一些能量。对，其实最终你跟这个去说你自己的需求的同时，你要说我会自己去积极的努力去做，你应该表达的就是说自己是可以的，然后我自己能去做到，然后把这个能够写下来，其实就是反馈给自己的心理吧，潜意识。对，然后那个前两天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26号到8月12号，这是就是能量最强的这一段时间哈。实际前两天也说了嘛，那个最好是写在纸上啊，写在纸上，写在纸上，因为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女儿当年高考的时候，她就会写上，以后放在自己的书架那儿。就是觉得自己肯定行，或者我要考上哪里，哎，写出来的话真的就是说能够实现。是的，嗯，对，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哈。是的，我们的培训机构会有一个就是让你100个梦想，100个梦想，那都写下来，都写下来，全部写下来，就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写下来。也是推荐要写下来。写下来，对，我写下来以后，当中我发现真的有很多，我实现了一个，我就划掉一个。其实写的时候是，比方说是2年前，可能我写下来我都已经忘了。我突然有一天再去翻我的梦想画册，就是那个手册的时候，对，发现啊，真的是实现了，我就把它划掉。非常就
包括跟孩子一起生活，我想写的是2018年，其实那个是应该是2015年左右写的。嗯，我有一天再翻过来就发现，哦，实现了，真的是2018年。哇哇，所以我们相信很神奇，很相信，对对，宇宙是一种能量的。是的，还是要大家如果有什么愿望的话，目标啊什么，其实写下来比较好。是的，对，是的，实际上最终就是说这个能量咱们自己会不会用，真正能不能感受，没错，那首先从认识自我开始，然后就把这些能量去会运用的话，我想我们的人生都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能做到的。嗯，好的，那我们马上就是进一段广告，先休息一下。对对，下半场呢继续直播，我们再说一下咱们孙老师的数据，结合这个数据再讲一下。好的好的，大家回来。那我们接着就是下半场。对，下半场呢主要由我们的那个就是尹老师，根据就是我们的今天嘉宾孙老师的他的一个分析报告，结合他的报告来给我们一个讲解。对对对，我们今天因为主要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讲这个刚才说的人生成功的一个数据嘛，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结合孙老师的这个数据，我们再跟刚才的话题自我认知来讲一下。那么刚才孙老师的这个自我介绍可能没有打到咱屏幕上，这不刚刚打过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孙老师这里有一个那个，我们这边是说叫你 a g o， 就是他的一个自我画像，自画像是吧？是谁给您画的？是有一个朋友在保险公司上班呢，他们搞活动就随便就叫我去了，然后我就去画了。哦，这个画的很像哈。对，然后那个咱们特别在意他那个画的那个光环。对，是他当时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这个易老师易婷老师给我做完的时候，就说我的幸运色是黄色和橙色，我就吃了一惊，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个画像。这个画像是当时那个画画的老师前面的人排的，没有人有这个圈，最后我是吧，对，没有这个头上的这个光环，只有到最后画到我的时候，他给我画了一个，他说这是欧拉。我觉得很神奇，我也当时没在意。对，其实没想到是我的幸运色。其实是这样的，咱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这个光环的。嗯，咱们人的肉眼呢是可能看不到的，但是有一些人他的能看到这样的光环的颜色的人也有。我觉得就是可能一些艺术家他的那个就是感性程度非常高的，他能可能能看到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对对对，所以说呢那个其实咱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光环。我也是接触到有一个说他也能看到光环的，当时给我也看了，实际上他说我跟您的这个颜色也挺像的。他说我周围是黄色、橙色，然后是最外面是红色。所以他也给我这样说过，所以我也相信啊，您的这个光环肯定也是给您画像的人能看得到。是的，所以给您画的这个还这么巧，您的数据报告里边的能量颜色本来就是黄色。色，对，这个跟那个尹老师是一样的。对对对，我也是黄色。其实我刚看到那个孙老师的那个报告，其实也是吃了一惊，因为好多就是可能跟尹老师就是有很多相似的，数据很相似的，对对对，地方。因为这个简易版呢是大概2000个人有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基础版和专业版的，更复杂的大概加起来32页，那我们这个才6页，就是简易版，只有这个最基本的一些数值，所以说有可能咱们两个有类似的地方，是没有完全一样哈，但是有类似的地方，这就是说明还有一些很相似的，可能在想法上做法上可能有相同的地方吧。好的，那个我们呢一会儿看一下简易版的报告，
我们看的报告来结合来聊一下。对对，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像孙老师啊、尹老师他们的就是自己的一个个性的颜色，它就是一个黄色。对，你看今天正好都是黄色，啊、对对吧？其实黄色特质的人呢，一个就是从黄色的从浅到深都是可以的，那么金色也可以。所以我今天就是黄有点接近金色的，就是对咱们来说呢，先说一下这个能量色。那个实际上刚才您说这个有人能给您看到这个光环，那个所以您的颜色本身能量色也是黄色。那么您这个能量色呢，跟您的这个咱们的能量还有这个周波数有关。那咱们如果是很吻合的状态下，您的魅力就很强，所以看着您的这个魅力呢，可能做事情的时候就更顺。因为不是咱们自己，是别人看到您的时候，您如果穿黄色的话，可能给您更增加魅力。如果比别的颜色，可能会更显得您的各方面，比方说人的这种能量啊，包括您的这种魅力啊，会不一样的啊。所以您是不是喜欢黄色？现在怎么样？现在很喜欢。以前年轻的时候，年纪小的时候，就黑白灰，工作方面比较严肃的这种颜色哈。实际上我也是，我知道我的这个报告，我才开始买黄色的衣服。那咱们这个能量色最好啊，是在穿的衣服上面，跟咱们脸贴的最近的地方。如果是上身的衣服，最好多穿黄色。还有比如说像包啊，一些小首饰啊。对，现在大家就像那个尹老师一直用的那个我看见的手机壳啊，对，我的名片夹全都是黄色的，可以准备一些对小首饰对之类的黄颜色的。对，我们这个黄颜色呢，可能是一个是从能量和增加自己的魅力，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心理，那个这个黄颜色的心理啊，实际上都是愿意去接触一些快乐的事情。对，是吗？您是这么想的吗？是的。因为可能觉得哎呀，我们做什么事情看开不开心，对这件事情可能赚多少钱，或者是说我们得到什么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开不开心，是这样吗？差不多吧。所以你看你的这个特点，实际上从颜色就能看出来您心里深层心里是怎么想的。其实就是说自己首先要开心要快乐，同时让我周围的人都快乐。我也是这样的想法，那原来是一样的。咱们黄色特质的人可能都是这样的。如果做一件事情一直不开心的话，可能就持续不了。对，没错。对，那就宁可不做了，是吧？是的。所以现在就是说做一些事情都是我们快乐的事情，那可能这件事情，因为只有你快乐了，可能带给别人才能快乐。你自己都不快乐，怎么去影响别人快乐呢？是的是的。就像因为我看到这，就像这个工作去年开始接触的嘛，我看到对尹老师就是做得非常有干劲，而且很快乐，也所以才吸引了我。对，是吧？谢谢。那依婷呢？她是绿色，跟咱们不太一样。对，你看她今天穿着的衣服上也带点绿嘛。哎，感觉这个绿色，你看咱们每个人的颜色不一样，所以看每个人的这个。怎么说魅力也不同哈。是的，他穿绿，他一婷的这个绿色呢，代表他是给人一种这个治愈的感觉，就是比较和善友善，所以可能让别人觉得啊，跟这个一婷在一起可能就有一种放心感舒服感。所以这个你看咱们每个人具有这个颜色的特点和自己追求可能就是不一样了。好的，那咱们看一下下一页。这个的话就是那个孙老师的一个深层心理跟他的一个特长，然后这里的话我看到就是他的特长又是跟那个尹老师长这个就是一样的。对，这个是工作的一个能力方面。对，但是这个深层心理呢，是那个孙老师的话，他是心的话，就是我们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星星。对，所以就像你是不是喜欢星星？以前没什么感觉。就是我是希望那个站到别人能看到的地方但是这就相当于就是一种明星的那个是吧？对对对。实际这个星呢，那个它是其实您内心刚才咱们说一个潜意识。对。潜意识呢是让您去多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或者是说像明星一样，这样的话可能对您来说运势就会更增加。但一般人来说就是深层心理的这种潜意识，有很多人他不会用。其实这个星字的这个深层心理的人，很多特点是不想走在前面，老想在幕后，
就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他就违背了他的潜意识的这种追求，嗯，他没有跟他去很好的去对应，对感应。所以您要是说，哎，在这边我已经感应了，我愿意在别人的面前去多给别人去讲，或者是能够有这种感觉的话，您就越来越会顺，是，这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以前就是往回缩的那种 逐渐在这份工作里，然后逐渐找到自我，找到自己，然后认知上面也会有很多的不同，所以我就更希望站在能看别人能看到的地方。对，因为您现在就是作为讲师嘛，然后又是作为一个咨询顾问的话，肯定是要需要站在前面的，嗯，对，是是是，然后被大家就是关注吧。对，嗯，我逐渐发现了，其实我的表达力还可以，就是也是锻炼出来的，很好啊，非常棒，以前很有自信，嗯，往回缩是因为没有自信，嗯，其实这个自信实际上就是要咱们经过不断的实践。对，我也没有想到两年前我接触这个，现在比方说也可以在这个节目，咱们这个直播节目呢在国内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对，然后在日本的华人也是可以看的，因为本身都是用日语讲的节目，我们，嗯，我跟逸婷呢我们俩承担了用中文来讲，是的，就希望更多咱们华人来看收看，收看以后能够去帮助到他，嗯，那我们每次有请嘉宾讲完呢，我们希望就比方说在这个观众当中，如果跟您一样深层心里也是心字的这个朋友，那也希望他们就有意识的说尽量把自己的能力开发出来，不要老往后缩，尽量往前往前加，对对对。然后这个心字，这个深层心理，就是一个是你有这个方面的一个感觉，让自己去多去发挥挖掘自己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说您的这个灵感可能是来自于就是星星给到您的这个怎么说呢，能量吧，能量。所以说您如果说想一些事情，您真正想的时候最好在看着夜空的星星然后去想，你可能就是说对您这个灵感来的就更快和更准确，嗯，哦，这个其实也是给您的一个暗示吧。谢谢谢谢，嗯，所以将来有什么比方说您要是出去玩啊或者去看星星什么的，可能对您各方面具有一种灵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太好了，嗯，这就是我们这个星字。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其实我们这个长字哈，这个我跟孙老师我们两个都一样哈，从这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日本叫这种自己的特质，嗯，工作的特质方面的一个内容，嗯，那这个内容我们也是分成九种类型的人，这其中呢这个长字的人呢，你看到这个长字就这一个字我们就能知道这个特点，那么咱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能知道您心里是怎么想的，嗯，您是怎么对待工作的。就说我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特别喜欢工作。对，这一点这点说的对吗？我从对旁人的观点来看也是特别认可。对，就是我感觉在孙老师跟尹老师的身上，我就能看到一种就是怎么说，就是工作的那种就是特质的女性。对，工作着快乐着的那种。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大数据哈，嗯，实际上是说什么呢，我们要通过工作来给我们的社会做贡献，来完成我们人生的任务。对，所以对咱们来说不能不工作。是的，所以这点呢，因为咱们都是女性嘛，不能做家庭主妇吧，我觉得，嗯，但是不是说放弃家庭啊，是是，我觉得是什么，以这个你即便是家庭的事情也把它当成一份工作。这里面很有意思啊，这个长字的人据说啊，这个开发这个的开发者他说了，就是我们对待家庭的这种跟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有教育孩子，还有说给家里边做的一些贡献，我们都要把它当成工作。是，就是说你这是把它当成跟应该做的一份职责去做。那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帮他当成职责吗，是你帮他家里的事还是当成工作的事，实际上我们人生把所有的事情都要当成工作，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把它处理好而且会做得更好，具有这样的一个特长。但是这里边也有我们这个数据啊，实际上是要给大家讲是要平衡，人生要讲究一个平衡，什么都不能走极端。那我们这个平衡呢，这个长字的人就说，我们因为从以前古代来说，我们有长字的这个人的特点是将军，将军武将型，对对对，我们是武将，冲在前面。对，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太自我了、嗯，就是说因为我们武将嘛，可能有做些事情我们有能力做好能做到，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要不听取别人的意见，
也不好。对，因为咱们其实是要综合大家的意见，然后找到一个正确的一条路，然后引领我们这个部队啊怎么去打仗。这是从古代来说，所以说呢，一个是判断力，要需要我们的能力也是被就是说需要的一个重要一点。但同时呢，我们太不能太自我。如果我们的缺点的话，就是说你太自我的话，这就是一个短处了。所以我们不能强加给别人，就是我们觉得是正义感，我们觉得我们很对的事情不能强加给别人。如果你老是强加给别人，可能咱们人际关系就不好。是的，嗯，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特长吧。您觉得这个在您工作的这段时间，这个长字跟您实际在工作的结合，你有什么感觉？很合，就是讲的就是我啊，非常的贴切吧？是吧？啊，非常的贴切。那您觉得我刚才讲的内容实际上跟您做的比较贴切的话，就说明您是朝着您的这个成功数据在接近啊。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数据讲的是，你越接近你的成功数据，你这个人越容易成功。那么刚才我一开始我们两个说过，首先自我认识自己，对，第二部分就是要看自己现在处于什么状态。那这个状态呢，我们这个成功数据给到您以后，就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处于跟他接近是30%，还是接近50%，还是接近80%，还是100%。那这里边这是简易版嘛，可能很多要是复杂的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报告的话，您都要看自己处于什么状态。这样的话呢，就让自己之后的路可能更顺啊，更有运势啊，走得更好。所以现在可能其实我见到一个人哈，他比他的这个数据已经超越了啊。超越以后他现在已经是成功的人了，所以说他就说明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实际上他做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去做，而且超越了自己的这个数据。所以我想每个人都需要这个报告，去首先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自己处于什么状态，然后去分析自己到底是还需要努力多少，或者是如果超越的话，那该注意的点该怎么样去注意走得更好。是啊，所以这个报告我觉得大家要这样拿来去用，可能就会有帮助。对，因为我们也一直说这个报告它是一个方法论，就是一个指南，就相当于我们对今后自己的，就是包括就是有烦恼的话，就是比如说人际关系工作上去怎么运用它，这才是重要的。没错，所以你看这是咱们孙老师的一个报告，有些人他的这个数字就不一样。那我也可以说有些人你跟他的处理关系是要保持一定距离的，就是需要距离的人，那你必须跟他保持距离，如果不保持距离可能就会发生人际关系的不好。或者你喜欢工作，那你就从工作这个角度跟他怎么去接近。那有些人他是需要怎么说呢，有一些使命感的人，那你就要帮他找到他的人生当中使命感是什么。如果他没有使命感，他也没有这种能量去做。对咱们来说，可能把每一份工作都看得很认真，我们就是在工作当中要发挥能量，所以有工作我们就会去认真对待，没有工作反倒可能自己就没有能量。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了自己的这个数值才能去真正的运用好。好的，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的。我们下面这些内容，对，那个一婷你简单给介绍一下这些数字都代表什么。对，这个数字的话就是我们一直说就是自己的一个思考方式，然后我们之后还是其实会看到后面一个行动力。 对，就是一个身心其实是寻找一个平衡，并不是说数字小或者数字大就是一件好事。对，关键是找到一个身心的那个平衡。然后这个我们看到孙老师他是一个以现在型的一个思考方式，对，然后他的那个就是下面93呢，代表他的那个思考类型呢是以逻辑思考，逻辑思维。对，逻辑思维。像我的话，我是属于就是感性思维。对，当然最好的是两者之间就是找到一种平衡。对对，所以这个数值呢，就是简单的就是跟您说，就是您比较重视现在。您是这样的吗？是重视现在吗？是的。就是我现在做什么，我现在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您的这个标准在现在，所以说呢，如果想把更好的一个平衡掌握好的话，您想想您的未来，然后怎么跟结合现在，我为了达到我那个未来去现在去努力就可以了。然后逻辑思维的模式，你也需要锻炼自己的感性。下面看一下下一页。
那么下一页说的呢就是行动力了。对，那这个行动力呢，看我们孙老师的行动力很强，看这个数值很高哈，对，就是跟您的自我平衡来说是比您的这个平衡点要高出来。那么您的行动力的一个标准就是说，您还没弄清之前先去付诸于行动，边行动边去验证它，您就会很准确了。嗯，那下面看一下最后一页。对，最后一页的话就是很简单，是一个就是幸运数字跟幸运颜色。对，这个的话因为我们也说人的一生幸运是就是那个很量已经是定了，所以其实也不是需要经常使用，要在一些做重大事就是决定啊，或者是有很大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去运用一些这些颜色和数字。对对，就是自己要挑战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商谈啊，或者是自己要去考试啊，或者今天是挑战的，这个状态下最好用这个橙色。嗯，然后您要是说每次保护自己，让自己更幸那更怎么说呢，运势更好的话，就选择黄色就行了。七的话，您可以有这个意识，两个都是一样的，可以用这样的数据。好的，好，那我们这个报告呢，简单的就讲完了。时间也有限，对，每一次时间到50分就该结束了。对，今天非常那个，我们非常荣幸那个孙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对，非常感谢。是的，是的。下次希望您这边再给我们带来一些信息，我们可以再邀请您过来作为我们的嘉宾，互相学习。好的，那就这样，那咱们的时间就到这里吧。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谢谢，谢谢，拜拜，再见。